少君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不能动。你哪里不舒服？喂，别动我模特。啊，虎头怪你在画画。我在画写意画。写意画？我以为是……你以为是工笔画对吧？工笔是运用工整、细致、缜密的技法来描绘对象，工笔画着重线条美，笔法细致，一丝不苟。哎，虎头怪在画画啊？这画的是写意画、我还以为……你也以为是工笔画对吧？写意画跟工笔画不同，写意画注重心灵感受，笔随意走，在笔墨中表达作者情感，以形写神。虎头怪在画画，这是写意画啦。写意画，这明明是……你也以为是工笔画吧？没办法，我重新给你讲一遍。你们看我这幅画啊，它跟工笔……我没觉得这是工笔。大的，这明明是抽象画。这边。